我们曾追寻一条精神的河流，一条关乎于信仰的河流，一条深藏在华夏各民族每个人心中的大河。大河奔流，人生短暂，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艺术和祖先对话，即使大河细如丝带，人们的坚持也未曾改变，因为大河流过的地方就是家园，就是华夏。我们曾追寻一条精神的河流，一条关乎于信仰的河流，一条深藏在华夏各民族每个人心中的大河。大河奔流，人生短暂，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艺术和祖先对话，即使大河细如丝带，人们的坚持也未曾改变，因为大河流过的地方就是家园，就是华夏。